一、二、麻，一、二，好，然后。朋友们，婚庆只有一个，星期六时间越来越紧张了哈。昨天婚庆公司联系到我，喊我和我对象两个今天去彩排，是因为我们今天就要提前去把它彩排了。因为后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提前彩排了。然后呢，先走下流程嘛。今天小红表姐陪到我的，她昨天晚上在我们这儿住了一晚上，今天还在化妆。我们还有这么多红包没有包，今天家又把它包完了。我先把这个包好的，装袋子头。昨天晚上还是包了好多哦。太多了，我们应该包五口袋。小月月真是为了我们婚事操碎了心啊，天天帮我们包红包。看一下小月月的战绩，哈哈，谢谢你。花开容我一人听去时候。对了，吃啥呢？肯定是，你看一下红包都清洁完了哈，我们三个的战绩夸一下。对的嘛，对的嘛，对的，五口袋。哪里五口袋？到时候一点出来噻，整个包包都装满了，看嘛。快点收拾，穿衣服你。啥子？这种全部摆整齐了的，多洗。那这个你要排整啊？快穿衣服，快去穿衣服。你看，鱼儿都饿到了。外头有点冷，把围巾带起啊。哎呦，像企鹅一样。哎呦，小，看小宝小鱼打扮的好漂亮哦哈，像企鹅一样，像不像企鹅？像。需要爸爸，月月快点儿，上完班要走了，来不及了，还要出去吃饭，我们饭都没有吃，一天睡懒觉。哎呦，来，现在我都是一包暖围住了。哇塞，下雨了！下雪了，希望我们结婚那天不要下雨，这两天下了。是不是哪个地方在下雪哦？有北阳，北阳，成都都下了哈。我们现在在吃饭，抱团取暖，冷得很哎。吃完饭了，我们现在出发去那个婚庆公司。哪个给你彩排？主持人噻，主持人过来的嘛。好嘛。哇塞，这天气冷得都起雾了，看一下，雾蒙蒙的。我们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哦，走走走走。我们先进去，等到起。我们已经来早了，提前了20分钟了。到了。要得，这儿好热乎哟。好香哦！啊，这花好香。啥子花？真的假的？又是。真的噻。这两个臭美的人还要让你拍照。我们还需要等一下。你的脑瓜好崩啊！哦，你脑瓜好崩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我们小月月，啥？这是应该是扇子吧？咦，小心小心，不要跳！好漂亮哦，这些花哈，这儿还有这些花。看小月月好漂亮哟，我没看到你，车子停哪了嘞？Thank you.
好的，就新疆的爸爸那边说我们的家长没有讲话，然后就新疆这边亲戚朋友他们就不能讲话了哈。我们在许愿结婚当天，上午放音乐嗨起来。就是爱你。从来不知道天上放这个礼拜，然后这里底下可以撕开，撕开就叫这个银彤彤，左右睡一觉，然后尽量找男士叫，因为有些女生可能力气不是很大。下次在群里头再具体沟通，今天争取这两天弄好了就给你确定。行行行，那好。再补交费用就行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回家啦。好了，今天我们那个仪式哈已经交接完毕了，然后走了，开车走回去了。